奉向站温地区发出特别天气声明，指星期日早上至星期一都会有强风，预计风速可高达每小时50至80公里。站温地区今晚局部多云，午夜后间中有雨，最低气温10至9度，落雨机会80%。听日有雨，下午多云，最高气温12度。哎呀，买鸡蛋嚟攞，我两个袋啊！最高气温13度，最低9度，落雨机会90%。